is here， 小小咪，万圣节快到了耶。那谁？那是谁啊？我不知道啊，有人扮成巫婆啊，有人扮成这是牛仔吗 ？Cowboy。巫婆在哪里？巫婆在这里啊，门窗户门后面啊。嘿，这个仙女吧？这才是巫婆。还有人扮成那个瓢虫。可是，那你今年要扮成什么？我今年要扮成一个好好笑、好好笑、好好笑的意大利面。你要扮成一条好好笑、好好笑、好好笑的意大利面。你可以把我练。我来想想看，要怎么帮你弄成意大利面。你可以这样子练，甜一点是不是？因为你是好吃的意大利面嘛。妈咪，你这样子练，甜一点。没有。好吃，好。那我们万圣节是什么季节？万圣节是秋天啊，你看 ，the falling leaves, the chilly breeze, the fresh picked apples means it's time for hayride。这是谁？这是那个啊，农夫啊。他叫什么？我忘记，我现在要读你，一直打断、啊。对啊，好多人哦。It's time for hayride. Pumpkin patch is time for Halloween. Mia Mia， 万圣节快到 Halloween。哦，打开里面是什么？喂、哦，不对，整个打开。哦，作业。然后呢，还有什么？大家都在扫落叶，然后坐那个 hayride， 农车。然后呢，这里还有卖苹果汁，热热的苹果汁，还有甜甜圈。然后呢，这里有，这是爸爸吧，带着小朋友去摘苹果，然后还有南瓜，好多好多南瓜哦，还有稻草人，你会怕稻草人？不会哦，玉米田里有稻草人啊，那里还有一个小松鼠，你可以帮我翻一下小松鼠吗？翻得到吗？不行哦，我来试试看。喂，这个很挤，来，可以了，你把它翻开，小松鼠。对，哦，小松鼠一家人。Fall is colorful. Can you find? 你可以找到 the colorful objects. A red tractor. 你能找到红色那个拖拉机吗？在哪里？在这里。对，然后呢 ？Orange leaves， 橘色的叶子。哪里有橘色叶子？这里是对不对？还有呢 ？Yellow corn， 黄色的玉米在哪里？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嗯哼。还有 green rex， 绿色的耙子，对，green rex， 还有 blue pants， 蓝色的裤子，谁穿蓝色的裤子？还有，哦，这里，然后还有 purple jacket， 紫色的外套，谁穿紫色的外套？啊，稻草人穿紫色的外套啊，哦，这里还有个小鸟都没翻开，小鸟飞起来了。好啦，这是第一页，认识颜色，对不对？还有物件。We will make our jack-o'-lanterns. It might be messy, but it's fun. Will yours be scary, happy, sad, a sweet or a silly one? 嗯哼，大家都在嗑南瓜哎，每一个都不一样哦。你看看，那个是什么？这是南瓜里面的那个啊，籽啊，还有它的肉啊，要把它挖出来啊。家里好笑，好好笑，这样子。嗯哼，然后这个呢？这个是怎么样？哎，这里面有小青蛙哎。它不是。然后这里有，哦，这里有一只蜘蛛。这个各种不同南瓜。它的眼睛跟 Google 的 Eyes 一样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你都看了吗？哦，还有一只猫咪在这南瓜里面。这边呢？这是什么？哇，好多好多的南瓜贴纸哦！这里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你帮我翻开啊。我没。可以吗？哦，南瓜人，手长脚长的南瓜人。好笑。好好笑哦！好，再来下一个是什么 ？All at school, we will all get dressed up in the costume we each choose.A dinosaur or a princess or a clown with floppy shoes， 每个都打扮成不一样的。Princess 在哪里？公主哦，我觉得最接近的应该就是她吧。你最喜欢哪一个？哪一个那个万圣节装扮？我最喜欢当一个很好笑的 Spooky 意大利面哦。你还要当小丑？不要。恐龙？不要。太空人？不要。公主？不要。牛仔，
也牛仔不要，那你当南瓜好了。不要。那瓢虫。不要。不要，还是消防员？这是消防员吗？不要。还是，这个是什么？猫咪。不要。都不要。好了，那就去当你的那个好了，意大利面。好了。好，下一个是 We have hot balloons and streamers and the party starts at last。呜。那个是什么？是吗？Oh, games! 哇，你看有鬼哦。对啊，你把这个鬼打坏以后就很多糖糖了。Games, punch, yum, cupcakes, even spider has a blast. 还有什么？他们可以把哦装饰哦，他在干嘛？哦，他在摸南瓜啦，看看摸出来是什么形状，是不是？还有杯子蛋糕，还没有杯子蛋糕。那这里面是什麼？这里我不知道啊。Can you find the 10 pieces of candy corn? What is your favorite Halloween treat? 你有办法找到这十个那个万圣节糖果吗？在哪里？这里有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，还有吗？六个、七个、八个，很好，找到八个。还有哪里？九个。还有一个哦，在这里。十个答对了，全部都找到了耶！你好厉害哦。这里面是什么啊？哦，是蜘蛛。然后他们在干嘛？甜甜吃甜甜圈比赛。还有这边在干嘛？这边在咬苹果，把头脸埋到水里面去咬苹果。好，这是万圣节活动。接下来呢？这干嘛 ？The best of Halloween comes last。真的是巫婆。真的是巫婆啊！对啊 ，We are off to trick or treat。Collecting so much candy, it takes weeks and weeks to eat. 这个是他妈妈带他去 trick or treat 啊，不给糖就捣蛋。这个，这里面住的是什么啊？黑黑的，哒哒，哦，是猫头鹰，呼呼。然后牛仔的糖糖，哇，里面有青蛙哎。然后这个树丛里面有什么？有小兔子，嘿嘿。然后这个房子里面有什么？哦，这边还有。巫婆出现了，好可怕啊！快跑！可是巫婆有好多糖糖，应该跟她要糖果啊。然后每一个窗户打开都有不同的东西哦，吸血鬼，好可怕哦！快跑！蝙蝠，快跑！到底要跑去哪里啊？快跑！你很夸张哎。那个，那个。对啊，打开啊。好可怕！好可怕，有骷髅头。还有这是什么？南瓜灯。还有那个。还有那个，还有。这个打开啊，你把它打开啊。会。哦，钟楼怪人。然后这个天窗这边上面的那个窗户，哦，小老鼠。啊，好可怕。哪有这么可怕？啊，好可怕。还有这是什么？乌鸦吗？好可怕。不要怕。好可怕。蜘蛛。好可怕。他们明明就很可爱，所以这就是万圣节啊。这本就是那个 Fisher Price Little People Halloween is here， 很好玩的翻翻书哦。好可怕。